离交易时间只剩下68个小时，在这段时间里，我会带着你做基本训练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王谦。再让你踹我，半斤是狼，藏得够深的。条子是聪明的。 还真下得去手啊！出门犯的人都得死，省得路人口舌。被人说我跟他关系近，你有问题，你怕走漏消息，才不告诉我。没必要，连我也防着吧。你要知道，来你是虎哥的意思，跟我们俩没有关系。 你别杀我，我什么都愿意干。怎么回事？呼叫呼叫，我这里说点情况。快！再跑我就开枪了！快点！今天我听你老子好好教训教训你！ 不知道虎哥有没有这心思跟我这个小兄弟合作。AB 的手机已经留在我哥们儿那儿了。你要是老老实实交出手机离开岭南，不会放过你。快说！要不是我豁着性命引开条子，楚娇娇她根本就逃不出来。我一定先把他弄死你，别学不会有人说我。干什么？仗着你们，你们就把我当软柿子，随便你！真以为我治不了你们了啊？